你刮过耳膜？没有，刮到。给你试试。这个会不会响？好像。这不疼吗？不疼。这个深浅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就这样，不要再审了啊。好的。哦，我的耳朵敏感。你这个还行啊，不算是太敏感。哟。你敏感呢，然后他那个耳膜都不敢刮。嗯，我这是碰都不敢碰的。我掏过几次耳朵，也是出去花钱掏，人家掏都可以，我掏不行，我掏钱疼。有可能人家经常掏，就跟耳朵一样的也受力了。嗯。我就不受力，人家给我掏疼死我了。那可能是技术不到位。这么说，人家都说舒服，就我不舒服，那有可能我自己问题。这个时间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